屏东县的代表。那么那时候我自己就会想了很多事情，我们要住在台湾的人要自信。那么这个天灾是怎么来的？不是一两天的形成，可能是日据时代，哦，或者是光武以后到现在。日据时代，日本人在这边的时候，他们种树，哦，种树来防这个防灾，啊，随处保，随时保，随处保留。那么后来光武之后啊，可能是不是看森林看得太多了，没有种树了等等，啊，我还有最近的，因为蓝绿的关系，大家这个经费不通过，黄红的经费两年半没有通过等等，还有上次台风到现在只过差不多一年多，但是也没有上次台风的桥没有修等等，所以要造成这种天灾，在这个时候不说追究什么人，因为我们共生时在这个时段的时候欲哭无泪，所以在这时候让我们深深的自省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人类应该怎么做，住在台湾的人应该怎么做，不应该分蓝绿，哦，在这个天灾之下一定要大家，哦，这个放弃前嫌，大家要为这个保住生命，为自己保住自己家园，要互相包容，互相努力。那么现在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画家，我们能够做的，你说要去帮忙别人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会画，所以我们拿出一张画，最心爱的画，或者两张、三张出来，能够卖，同时卖得非常便宜。我希望在座的媒体能够传播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心是美的，美和善是真，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有美的心，就是有善的心，善的心是合乎真理的。我希望我们的画，这次拿出来卖的是低于我们的价格，啊，市面上的价格低得又低。那么加之目前加上的生活很富裕，那么对这个画也有兴趣，文化画有兴趣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这个温饱之余，你有剩余的钱的话，而且你喜欢画的话，这是很好的时候。我们这次画家的话是非常便宜的，甚至是机会。也可以赈灾，也可以贡献给这个正在受困的啊这些同胞，也可以收藏你心爱的这个画作啊，一举数得。我希望透过媒体啊，能够宣传。那假使说靠我们刚才那个曾文忠老师也是很热心的，但是你说那么简单，你去叫人家去买不容易哦。那么这次一定要自动自发的，透过媒体说我们。哦，在一夜之间有这么100多位高频哈，啊，大高雄或高频的这个画家，啊，一夜之间动员，这个实力啊，就非常强，马上把他们排成队，真的排成大队，那叫一个气势，全部新人啊，这么强，你们都没有，当然是，一个什么各个团长。处长背书包的那个哦，黄处长，他现在二科科长，对二科的编审，对对对，哎，主管，对，我们科长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嗯。